고千万万福利多多铁树勇气冲冲冲等待的少年兄天气风向冲冲冲青春的少年兄都困苦，人生的过程变变化多，好好来调整成功的脚步，用心走对幸福的前途。青春的少年兄，不怕风雨，排除困苦，人生的过程免不了会跋倒，好好来调整成功的脚步，用心走对幸福的前途。无病草木年年发。不信男女一世纪，落魄的杨振兴因母仔囝，两个人来到台湾，依亲不得，四过着。杨振兴佫无缘无故来领着杀人的官司，差一点啊就向斩头。伫咧性命危险的时阵，好佳哉，有飘扬院第一乐团张延平来甲因解救。杨振兴佮延平两个人互相相依啊，注定终身。后来两个人的代志，去予飘香院的老仓的何春牛知影，延平佫以家己的性命来做威胁，来保护战胜因母仔囝的安全。杨老夫人真感动，怎啊来答应因两个人的婚事？也毋过只干有一个条件，就是爱战胜离开飘香院，去府城读册，等金榜题名，才稳准因两个人成亲。所以战胜离开台中，来到台南府找学院读册。透过老向东女扮男装的查某囝阿如，才顺利进入向东学院读书。所有的代志看起来拢真圆满，也毋过台湾知府陈维国囝陈家宝，为着要得到延平，却以暴力叫延平屈从。你别过来哦！你若是过来，我着……你安怎？想要抬我？你试看卖啊！你若是过来，我要自杀给你看！自杀？好啊，好歹你有试看卖，就算是你的尸体，我嘛同我要滴啊！你真变态！我是笨蛋，等着你轮到我。救命！救命！
掠去吼，规组都害了了去啊！本来是一个水水第一名的趁食查某，何况用家己费用，变到即马人无像人，鬼无像鬼。大人，人毋是我害，我是冤枉的。即每一个犯人拢讲，伊是冤枉。你想，本官敢会相信？不过，你放心，本官已经问清楚，是陈家宝先起家动手，要去将你侮辱。你为着要保护家己，所以将伊害死，这是误杀，罪不该死。真是嘞，那安尼真好，我就会当当阿先回来啊。虽然这条罪免死，啊，不过若加上另外一条罪，你就爱死。两条罪？我问过你的老仓春娘啊，原来杨占先所发现的死者王大福。是你的人品，迄天伊酒醉，嘛是你带的，人嘛是你抬死的。大人，人不是我抬，我是冤枉，人不是我抬。人不是你抬，那呢？你来找乌头，伊是安怎死？我，哼，陈家宝死在基鲁河，害知府大人亲身向朝廷请罪。你若是无死，那呢？我是要向知府大人一个交代。好佳哉，我查明王大福嘛是你害死，而且我更加袂让知府大人知影我收你的钱，佮将嫌疑犯放走，所以这一切罪你拢爱担。那呢？我才会向知府大人一个交代，你嘛免受着皮肉之苦啊！去年谋害登山乡人王大富，即阵又搁暗中凶器，害死台湾知府公子陈家宝，人证物证齐全，判决秋后处斩。
真正是可怜代。东家堡明明就毋是严平台，官官哪会遮尼歹？这种案件明明是小可查一下就会知，甲人判囚怪，实在是不应该。严平有天大的冤恶，到底是要甲谁讲？要哪讲？色情甲管老爷有来往，这个老苍头钱个管老爷赚甲有够爽。这种司法不公是古今相同。大林，我是要去阮小姐啦。嗯。哦。过来。小姐。我进来了。小姐。这是外面，小姐，你一定哦，真思念迄个杨公主对不？啊，无安尼啊，我即马就来找伊啊，莫遐急。阿仙即马应该好好读册，你袂用教了伊。小姐，刚刚你无想要见伊最后一面哦？见面，见面。佫会当安怎？阿仙若是回来，若袂用好好考试，恐惊伊会为着救我，会去做戆代志。小姐，敢讲连你要去用斩首的代志，嘛无要予伊知哦？袂予阿仙知影，连阿母你嘛袂当予伊知影，你有听到无？小姐，你叫我袂用咧讲，啊，不过若是老夫人问我，我是要哪样？你着讲，我找到如意良君，嫁人啊，什么哪样的啦？我讲阿英子就是阿英子。阿娇，你听我讲，离我眠床边的涂阿卡有一块钱，你把遐钱摕，麻烦你照顾阿仙的阿母，一直等到阿仙回来，好无？小姐，我阿娇，你即马是我唯一会当信你的人，只有你会当我斗相共，我拜托你。哎呦，你我要是真情，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小姐，你紧起来，我拜托你紧起来，我答应你，你紧起来啦。哎呦，多谢你，小姐。我当然要向严平讨啊！你紧讲哦，严平的钱是藏在什么所在啊？我唔知啊。嗯，你一刚刚带出第二，你会唔知？啊！你死老鬼啊！食碗来洗碗了哦。你紧讲，你若唔讲哦，我是要挨准啊！啊！我真是唔知，我真是唔知啦。唱碟去啊！来啊，请。
村长，不是你娘，不是你娘啦，村长，不是啦。哎呦，村长，哦，拜托你，你唔通甲伊摕走啦。打钱是伫我飘香鸟敲着的，都是我的啊。村长，我甲你跪，我甲你拜啦，我拜托你，遐钱哦，是要让杨夫人过日子用的，啊，搁杨公主伊遐靠住公明头用的，我拜托你，你唔通甲伊摕走，我拜托你，我拜托你啦。这是你找我跪啊？哼，我开钱买你来吼，唔是干那要做查某囡仔尔呢，是咧妄望你甲我趁钱呢，啊，你竟然摕钱去让外人开啊，来啊！甲抓起来，好好来拍。我唔爱啦，村长，我拜托你唔爱啦。好啊啦。这摆是甲你教死尔，看你后摆还佫教无？我唔教，我唔教。唔教是上好啦，家己去草房关起来。啊，小等下，我太袂记后因，还佫一个阿婆。等下吼，你去后院，把伊赶走，知无？是是。我答应小姐要照顾老夫人，老夫人若去让赶出去，袂用的，我袂用在这。哎呦，我的心肝啊！啊，这照顾要照起，哎呦，免叫啦，啊，管哪里啊，等下。是是。一定碰烫吼，领我的钱不要甲烦事啦。万岁！哎呦，袂赴啊啦，现在才搁讲啊，行啦。不是你啦，慢嘞。哎呦，老夫人，各位啊，各位啊，各位啊，你家小姐姐。哦哦，卡这里哦。哦。阿玉啊，啊，这是倒啦，啊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哈。哎呦，老夫人，咱以后袂当住伫飘香楼啊啦。啊。小姐哦，叫我另外找一个所在，让你住，就是伫遮啦。袂用住遐。对啦，早都袂用住遐啦，复杂，搬来遮好，好，阿玉啊，多谢，多谢啊，阿玉啊，燕萍是毋是确定落来啊？小姐，小姐伊，小姐安怎？小姐安怎？阿玉啊，啊你哪里哭啦哈？哎呦！哦，唔敢唔敢，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哈，是阿明发生代志哟。阮小姐，伊袂来啦。是啊，伊袂来，唔要来迎你啦。伊是阮娘家新姑娘，伊应该离开迄个所在才对。阿玉啊，阿玉啊，到底是安怎样啦？哈，因为，哎呦，阿玉啊，你平常时你讲话都打打叫，啊，即摆来雄雄安尼啦，我咧哭。到底是安怎啦？阿玉啊，你若讲我找到如意良君嫁人啊，好啦，我甲你讲啊，阮小姐伊哦，伊嫁人啊啦，嫁人，不可能。无可能的啦，阿玉啊，你给我骗哦！无啦，我无跟你骗，是小姐叫我跟你讲的。你真是是安尼讲？是啦。外公人咧讲，咱家查某相无情，确实是有影。老夫人，你哪能安尼讲？我讲安尼唔对哟，当然嘛唔是，
老温小姐，伊阁有交代我，叫我一定哦爱好好照顾你，啊，公公哦，一定爱等用公主金榜题名倒转来呢。玉萍，你对阮尤家温重如山，今仔为着阮，阁牺牲你的幸福。阿玉啊，伊既然甲嫁人，我甲伊都拢完全无关系啊。 我袂当阮接受讲，伊过来照顾我，安尼因人若知会后悔。阿舅啊，我甲你讲，你回去，啊，我嘛不爱住遮，我要来走，我要来走。哎，老李，老李，你往左吧，你往左吧，卡这里，我袂当住遮，我爱走，我爱离开啦，老李，阿舅啊，唔好哭。 莫哭啦，我安尼做才对啦，你莫哭啦，甲我大声。老李，妈，温小姐，伊真是一个好人啦，伊嫁我是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你千万唔通怪伊啦，好不好？不得已的苦衷？是啊，温小姐伊哦，伊家一个走人，是要安怎饲你？国校杨公主读书。 阿玉啊，就是为着安尼，我唔才住一定爱离开，免我负担，我爱走啦。老李，你袂用安怎的啦，你若是走，阮小姐医生唔着拢陪了讲啊。你莫讲啊这啦，我若走，伊才会好啦。老李，阿妈呢？我甲你跪啦。阿玉啊，你先是咧创啥啦？紧起来，紧起来啦。老李，你想看卖啊？你唔是一直希望杨公主会当靠着光明，你即摆是要去倒位找伊啦，对不？万一你若是出什么代志，伊回来是要倒位找你，所以为着杨公主，你一定爱留来，好好照顾伊，等伊回来，好无？阿玉啊。 我欠你个情面，愈欠愈济啦。我想要安怎报答你？无要紧，无要紧。你若是欠欠我人情，安尼等杨公主倒来，看你要安怎报答我，我拢接受嘛，好无？对哦，若讲伊有缘不报，枉费人，嘛就爱等阮家倒来，才会当报答面吼。老糊涂，雄雄则无想遐济。 在，家在，你甲我提醒，好，我甲你做阵，你莫去哭啊，你起来，紧起来，多谢你，多谢你。老吴哩，其实我自细就去往袂记漂亮楼啊，伫这个世间，我一个亲人都无，干那阮小姐，伊就干那我的亲人共款。这段时间，我甲你相处做伙，我就一直在想。 我若有是你阿母，唔知我有偌好咧。假使讲，我想要让你做阿母，唔知你会去养我无？啥？你要跟我这个青梅查某做阿母哦？嗯。你若莫去养我，我哪敢去养你？我欢喜都袂停哦。阿母，阿母，乖查某囝，乖查某囝。 小姐，我答应你的代志，一定会做得到。其心静，不忍离言。其心静，不忍离言。其心不静，虽灵不静。其心不静。 水灵不久，真好，今天就教到这，放学。多谢先生。先生，先生，我这间向东学院啊，是台南府城上。 唔是凊彩人就听我入来读书，我若唔是看在我后生阿如替你讲话，我才破例啊！啊，你入来读书，啊，你甲即马学费拢也袂缴，敢讲你无想要读书是？
先生，我当然是要继续读册，也毋过这即马这个学费哦，敢若你一个人也袂够啦。啊，大家若拢像你安尼，啊，我巴肚毋爱下去。我看你规日也是等于厝里好啦。莫啦，先生，我求你，只会当我老丁家继续读册。你叫我做啥物，我拢会用的呢。啊，你这个要乱。阿爸，你毋是需要叫人替你操持吗？你都予伊做就好啊。安尼，你都把这当作是伊的读册钱，你嘛无需要阁叫别人替你操持啊。这，阿爸，你都莫阁再想啊啦。我看战生伊嘛将在前，阁肯打拼，伊若是去考试吼，一定考会掉的啊。安尼，你嘛将民主啊，参详一下啦。好啦，就怕伊吼斗相共操主啦。真是的，多谢先生，多谢少爷。老向东这个老东西，开合店竟然这么爱钱，看起来有淡薄啊讨厌，搁小看趣味。明明是一个查某囝，竟然把伊打扮做后生。原来这个刘怡如是府城第一才女，因老爸伫咧做校长，顺续咧做教学啊先生。伊开的这间是向东学院，伊教天文地理，学习海科语。也毋过，这个学费是逐年起，予一挂学生强强要落袂起。阿如啊！你是安怎要帮助咱杨赞生？阿爸，伊现在就用功嘞，伊若是考掉啊，嘛是咧在斗相共啊，安尼你嘛真有面子啊。敢敢安尼？当然啦、啊。安尼是上好啦，你爱知影。阿爸，你女扮男装是要咧读册，你若是敢乱来。阿爸，你这是讲到倒位去啊啦？我只是提醒你，你要有分量在心，你的未来红色。是台湾第一位后生陈家宝，咱老家这世人是不是会当出脱，就靠这层分数啊。所以这层分数绝对袂用出差错。阿爸，你逐天至少讲一遍，我拢会晓背啊啦。来啊来啊，代志唔好啊。什么代志唔好？听人讲家宝少爷伊死啊。全都死。听讲。讲。听讲是伫查某经济学者趁食查某害死。是啥物趁食查某？遮尼大胆？是真哦！迄个趁食查某被判秋后所斩，知影我是一个真出名的妓女，号做杨平。妓女过那出名也是妓女，不准你乱讲话。是。暗内。是。看，连第一位后生都敢抬，实在是找死。应该啦，那不是家己爱去妓院，哪会去予妓女抬死？你是人未来的新妇呢？你讲话哦，愈来愈犀利。这万一若是叫你大官知影哦，咱就惨。人都已经死啊，佫讲甚物未来的大官？就算死哦，你嘛是爱嫁啦。阿爸，敢讲你无希望家己的某囝幸福性？无钱无出身就无幸福。你嫁来陈少爷，做大小人来，才有幸福啦。我唔信，你根本就是为着你家己嘛。你知影啥？阿爸安尼做，完全是为着咱老家。啊，不过天不从人愿，是安怎？你不是查甫，是查某。咱老家甲你这代，都最好事啊啦。财经高八道，志气如清魂，姿态天龙人。竟是如离心，小雅，你别紧张啦，是我啦。你哪会伫遮啦？啊，毋是先生甲你。讲叫去租房操租，啊！这我也无熟啊，找袂到租房，歹势啦！啊，煞甲你吓惊着。你敢有听到啥物？我听到啥？无啦，
我要来走啊！哎，稍等下啦，你要创啥？无啦，啊，我着找袂着厨房，我先问讲哦，厨房伫倒位啊？你会当甲我讲一下无？厨房就伫我房间隔壁，我带你来去。哦，多谢，多谢。厨房就是伫遮啦。少爷，多谢你。你甲伊同我说多谢啦。当然该说多谢啊！即摆你若无替我讲情，我哪有可能在遮继续读书？少爷，做你放心，我会做给你看。好啦，啊你慢慢仔抄，我要先走。哦，这间厨房有够大间的，假使讲这间厨房也是我的，安尼毋知要偌好。想想这啊，还是做工课。紧走，较要紧。啊，大下个，啊，这煮遐尔济，啊，敢操会完？啊，对吼，少爷房间伫隔壁，啊无，你甲少爷借垃圾。诶，唔对啊，假使讲我三更半暝走去少爷弄门，共吵精神。安尼，敢是一歹势？唉，我答应少爷过，讲要做予伊看。啊，但即摆头一工操珠，都操了无好势，先生毋知无欢喜无？但我即摆是要安怎？有啊！哎呦，我来遮尔啊戆啦！啊，找有光的所在操就好啊，搁踮要想几半步。正好，才有光，安尼我就免乌白。愈来愈暗，啊！敢要内面的垃圾话，都要去互我去啊！我已经吵啊紧了。卖来我头！哎，少爷，免惊啦，啊，就是我啊！我叫你卖我过来，你无听哦。少爷，歹势啦，我唔知你咧说因句呢。你卖我过来。啊，是，少爷。莫安尼啦，啊，我就是超故意的啊！我看你根本就是超故意的，你若不是超故意，你哪会雄雄公公骗入来？唉，少爷，你误会啊啦！啊，我是因为讲吼，我房间的蜡烛特别点完啦，我想讲来外面找好蜡烛通去点哦，啊，我就一直找，就看你的门窗口拄好有光，我想取一个方便，借这个光来抄一挂珠，哪会知抄抄四抄，都爱雄骗入来。看到你，你莫过来！少爷，啊，咱平平拢是查甫人，啊，你是惊什么？
我会记较早吼，我拢将阮遐好朋友啊，啊，当时去街仔边洗身躯，大家拢嘛烫拍底，啊，咱哪有心头惊？啊，你讲你是你，我是我。哦，是。少爷，啊，你是安怎想？有家传。家传？家传哪有心头好惊的啦？还是什么代志啦？阿爸，无啦，是有家雀啦。一只家雀，你还大细声喊？少爷，不是，小姐。是我唔对，也毋过只要你肯原谅我，你要叫我做啥，我拢会用去做。我只求小姐讲，下当留伫咧学院继续读书，你莫甲我赶走啊！拜托，拜托个。为什么你才想要读册？因为我答应我阿母，一定要成功倒转去，卡算要将我赶离开学院，我阿母一定会真失望。我毋知影向老大人交代。小姐，是我唔对，你莫生气，你莫甲我讲好无？拜托，拜托个啦。你唔免紧张，我无要赶你走啊。多谢小姐，你肯原谅我。也毋过，有大无小心，甲先生这本书冻到安尼死，我一下晕死个啦。你抄的这本书，拢是我已经抄过的，我念，你写。咱加抄两本啦，安尼唔就好啊？嘉欣，你前摆带我斗相共过，我为虾米要骗你？多谢小姐，多谢小姐，电台阮台听，我后摆一定好好报答你。你拄则讲过，只要我肯原谅你，你虾米拢肯做，对无？对。那安尼，我有一个条件，请小姐原谅。等你考着功名了。我爱你娶我做某，这敢讲恁无想要负责？不是。那安尼，你爱记你所讲话。消息，小姐，你放心啦，老夫人甲杨公主，因拢真好。阿姨，你辛苦啊。甲小姐比起来，我一个人辛苦，哪有算啥啦？小姐，阿姨，你还穿到安尼啦？我，是不是你要摕到钱？有啦。那是因为哦，我要带杨老夫人离开飘香楼啊，啊，迄个村娘要把我掠转去，所以我唔才穿安尼，甲因骗的啦。啊，原来是安尼哦。对啦，就是安尼啊。阿姨，你真巧呢，知影离开飘香楼，我给你遐钱哦，应该有够你生活。对啦，啊，会记你这时阵嫁小云公主哦。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做。阿姨啊，一束的分我好不？好心命阿伯啊，一束的分我啦。阿姨啊，拜托的，一束来分啊。老爷，拜托的，一束来分。逐天安尼分，才分落阮底啊啦，哪有钱？头家有杨公主。
呀，本姐好不？无啦。哎呦，好啦，本姐啦。啥？阿母，我饭菜煮好啊，咱来吃饭。好，吃饭哦。嘿，好，卡细你的哦。阿母，啊，我今仔日哦煮足济菜要你吃哦。有呀哦。对啊。我有闻到啊，我有闻到迄卤味味哦。有看我？有。这里。哦。这。哦。阿母，你吃。白饭哦。哎呦，咱这顿来吃好。对啊，迄是因为，因为阮小姐伊寄钱来啊啦。延平哦。阿母，你哪摆吃饭？玉的。有钱，咱就较俭咧，慢慢啊开。我这个老的，棺材都已经软一半较起啊，唔免食好啦。阿母，你免烦恼啦，以后小姐会照时间寄钱来，我逐顿哦，拢给你食好，安尼好无？唔好啦，杨平已经嫁人啊，咱免完全拢靠人吼。人讲哦，咱人杀志气唔通无。我这顿我已经煮好啊，咱若无吃，会足无彩呢。哦，袂用你哦，爱吃爱吃，我爱吃，但是你爱吃较济了哦，吼，啊，吃较有元气哦嘿。好，阿母，紧食饭。好。阿母，这鱼啊足青哦，你吃看麦。嗯嗯，好吃好吃。嗯嗯，阿姐，请坐。光阴似酒，春去秋来，连平秋过的日子也愈来愈接近。阿娇来温暖的杨老夫人甲赞成，每一工加做乞食，伫外口做监流啊，来抚养杨老夫人，也阁按时达个月寄钱予赞成读册，也赞成也无辜负众人的愿望，考中举人了后，又阁去唐山考中进士，亲民接任中华官职官，衣锦还乡。先生，感谢先生教导之恩。进去，进去。今晚呢，我来拜见第一官大人。哎，先生，千万不可，我尚未就任，怎当受气呢？真好，真好，知恩多报，真正是名师出高徒啊！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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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此的成就，完全拢靠先生教导优厚啊！也阁有嘞，也阁有小姐相助之恩，心里有良心。阿如，你哪样对待恁这无礼貌？是，参见大人。小姐，你免客气。老先生，想要教这位杨大人是你的学生，你看伊才高八斗，啊，你的千金如果是温柔贤惠，一个金童一个玉女，真正是龙才女貌啊！不如今日吼，给因喜上加喜，都给因定亲啊！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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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有主意啊！慢咧，老千金，你的意思？一切好阿爸做主。你看你拍谁啊？你拍谁啊？占星啊，啊你的意思？这，刚刚你不完呢？先生，你刘小姐是第一才女，我哪可能无答应？只因为家中尚有家庙，祖先大事非同小可，所以我倒转甲外婆讲，才做决定。
百姓好为先，这是应该啦。那呢，我就跟阿如呢，陪你当作去上林，顺便呢去拜访灵堂啊。是。老向东教册教遮久，今仔日感觉上界有面子。伊带因查某囝要当个见战胜的老母，就是想要先煞讲一件婚事。伊敢知影战胜的功名，就是延平的牺牲。一边是一举成名，一边煞予人判死刑。这种天甲地差别的情形，予人看到心正硬。好心的大爷，本姐啊！去边啊！去边啊！去边啊！无钱啊！大爷，本姐好无？无啦无啦，边啊去啦！啊，这个。大爷，本姐啦！无啦无啦无啦。好心的大爷，我足可怜的呢，一撮分我啦，好不好？如果是你，那搞头来两块钱。九万块，九万块。无可能啦。小小年纪就做贼，放你离开后，该你做大贼啦！我敢不敢？我不敢！免讲啊，今仔无甲你舅父讲好断吼，是袂兴你啊啦，行啦！阿玉啊，你回来哟！对啦，阿母，我回来啊！阿母，我来煮饭哦。阿舅啊，你手是安怎样啦？阿母，你手是我无代志啊！你手是安怎啦？伊的手是做真了去用共断的啦。阿舅啊，抓起来！是。哎呦，阿舅妈！阿舅妈！真真！阿舅啊，阿你哪去做真了啊啦？我催眠的，伊做真了啊，是为着买物件回来给你效果啦。这敢着落问？阿玉啊，你不是讲延平每个月都会寄钱予咱？延平，当你是讲对啊，讲唔对啊？师娘，我带你回去，你莫为难我阿母啦。阿玉啊，你是要骗我？到底延平发生什么代志啦？阿母，我这有啥物袂用讲的？痴迷的，我甲你讲啦，恁延平吼夜倒杀死人，即马关伫咧大牢内面。单台秋后出帐，出帐，出帐！阮延平不是假人啊！阿玉啊，你为怎要骗我？你为怎要骗我？阿母，是小姐叫我袂用甲你讲的，这是恁家的代志啦，恁家己去解决啦。等我等下去。春娘，我拜托你了，我即摆已经断你一手啊，你帮我煞好无？放你煞，这哪有可能的？你若走，我这面子是要吃你倒。这死查某鬼啊，你老爸好大胆呢，敢唔听我的话？我当初开这么多钱给你买回来，不是干那叫你做延平的查某囡仔尔哦。若不是延平吼，一直阻挡啊，我早就把你接去探亲。你即马乖乖跟我回来，明仔载就开始接去。啊，若无吼，我甘望乌鸦给你拍死，嘛无可能放你煞。接回来去。是。我求你，我答应小姐要照顾我老母，我求你帮我收，我求你啦。那是你的代志啦，跟我无关系啦。行。是。阿舅啊！阿舅啊！阿舅啊！我的查某囝啦！阿舅啊！表妹，拢是我这老不死的坏事。阿平，我一个好媳妇，阿平啊，救人啦！拜托你啦，恁这好心的啦，带我来去家门里啦，拜托你啦，我要救人啦，你带我来去家门，我要救阮媳妇啦！谢大姐，你要救什么人？我要叫阮新妇延平啦，拜托你坐来厦门，我要甲大人讲，讲阮新妇是冤枉的，拜托的，拜托的。是不是漂亮迄探食查某？啊，是啦，是啦，是啦。杀人赔命啦，而且伊杀的是只有大人的宝贝仔囝，这声哦，无人有法度救伊啦。
即马伊在游街示众，确定等下现场哦，落要斩头呢。爱斩头，爱斩头哦！阿爸，阿母爱你啦！拜托的，拜托的，你找我来去斩头呀！我要来结婚。卖钱啊，老婆，我来结婚，幸福，拜托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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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啦！你真好心的人啊，拜托的啦！我要结婚新妇啦，你找我来去啦！我要结婚新妇的啦，拜托的啦，你真好心。继续走啊！再走啊！请你莫怪伊，我心嘛是已经要死的人啊！请你给我一个方便，给我甲伊讲几句话好无？这，我拜托你啦！我求你，我求你啦！好啦，你讲紧讲啦！阿平啊，阿平啊，阿婆，阿平啊，不离我哥吗？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阿平啊，阿婆，阿勇阿婆你，阿勇阿勇，那么对你来了，阿勇嘞？阿勇，我真可怜你，拢是我啦，拢是我害死阿勇阿家你的啦。阿母，这一切拢是你啊，是杨平，我替你好气，想袂到你阿勇阿母真的好气，你明死，你明死。你明死，七爷，我救你啦！阿母，七爷，七爷，阿母，七爷，太郎今天归谁呀？我老王，我七爷不好，我不管在这里死，我不死。七爷，把我叫什么姓？我死，我死啦！我没死啦，我没死啦！不是，有老夫你，我跟你回亲回故，一点仔关系拢无。我唔是你有家的媳妇，请你唔通逼唔着人。你赶紧离开这，我唔要你替我死。安尼的境界，我会做的。任凭的，你是我的媳妇啦，你生是我的有家啦。你死嘛是有了解鬼了，你哪会安尼讲的？有老夫人，你要安怎想？谁知你？请你离开！我唔离开，我唔离开，我要替你伸冤，我要替你伸冤，我要替你死，我要替你死啦！我哎啦，我要救你啦！我你方便你跟我乱来，走啦！杨平啊！杨平啊！快快快，放枕头！别老婆，别老婆，别老婆，别老婆！杨平啊，到台湾媳妇了！哎呦，你来家里无话酒啦！哎呦，包粽溜溜啊！我干嘛用我生命来换我媳妇的命啦？包粽溜。报仇容易报恩难，天下父心为哪般？功名利禄参不透，
因果报应在眼前。这位夫人，你声声句句讲你要救人，请问你是救人重要，还是名声重要？那么阮延平啊，甲阿玉啊，我早就无命，当然嘛救人较重要。我这个老查某又搁找命，哪有什么名声、啊？你无，不过你的后生有。我惊。你讲阮生来哦？是，你着好好想。你的囝是要考功名的人，日后非官即贵。若是迄个延平是一个妓女，又果是确实害人，虽然罪不该死，但是伊害确实是台湾知府的宝贝仔囝。你若坚持要救人，你一定要用恁囝的前途甲名声来换。你肯无？肯将你的康师梦想、重振有家的机会，就会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我今仔日若无延平甲阿玉啊，阮有家早就家破人亡啊，哪有啥物名声甲地位？人讲有恩不报枉费哩，可是老公有能力滚去救人，阿你唔知何种败下有家的名声，可是哪里？我这老了，不如死死的好了。富贵如浮云，名利随风散。当然有恩就要报恩，才会当对起的天甲地。咱人都要心存善念，才会当救到别人，也会当救到家己。那这位好心的妇女，你是讲你有办法救阮新妇哟？有，你即马就向前行。那拄到关桥，你都唔免让路，大声解话。业主坐桥，娘老母，大风一吹上下归，自然就有人来救你的心腹。善恶只在一念之间，希望你好好啊把握。真是，真是安尼能救阮心腹哟。你若有去，就有机会；你若无去，就完全无机会。我一定要救。我拼我这条老命，我嘛要救阮媳妇。多谢你这个好心的夫人，感恩哦，多谢你哦，夫人啊，夫人啊，夫人，多谢哦，多谢。啊，我好做船，你也敢动咯？业主坐轿，老母赢，大风一吹，双脚跪。这青梅阿婆为妖术，赶紧下去！是。青梅阿婆，左右，拢拿起啊！是。阿婆，醒啊！醒啊！是你哦，醒啊！是我起来的。我是真心，我连做官都得，我做官，你真是做官，你做官呀！好好，进来，进来去救人，进来去救人啦，救人，进来去救人啦，进来去救人啦！阿婆，怎么讲啥？要救什么人？是你的梦，是我的好媳妇杨平啦。
样。行动！走！战星做官，等来现场救。严平刚活倒过来，水清也完了。阿玉啊，无做去，现在变个矮狗兼妻，过妈祖。杨老夫人现在要过妈祖。各位师长兼我贴的好朋友，咱剧情是愈来愈刺激，看到歹人心正热，看到好人正心实。剧情若看完，你都会明白。